谢谢主席哈，是不是有请我们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李副主，国发会副主委曾旭正，好，我们科技部常务次长、卫部常务次长、环保署副署长，好，一二三四五，以上几位长官请。总位五位，好，是不是？委员好，五位次长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请你们上来？要问你们什么事情吗？啊，因为你们在十月八号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们现在在环保团体非常有名呐、啊，现在他们给你一个名字叫“藻礁杀手”。啊，十月八号，三间环评委员会，你们都投了赞成票。啊，内政部长常次有来吗？哦，政次没去投票，好，你们都投了赞成票，好，好，我当然知道你们作为官方的代表有你们的立场，好，可我想知道说，你们之前知道院长已经讲过九月三阶要拼通过吗？你们之前知道院长有这个指示吗？啊，不知道请举手。委员，我可以澄清一下吗？那个国发会那一次开会不是我去的，我知道是我们高部主委带了。好，十月的时候院长又说要用深澳，用观塘换深澳，这个你们知道吗？好，院长的宣布，我们次长们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行政院长、最高行政首长讲话，下面次长当放屁吗？你要跟我讲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的决策不受他影响吗？你们都几次都到，九月十二你们到，十月三号也到，十月八号也到，很少环评开这么频繁了，通常两个月才开一个月才开两次，很少几个礼拜就开那么多次。民间的委员都不来，再加上三个回避的，我想请问各位次长，你觉得这样的会有正当性吗？我们是二十一位成员，官方代表就是你们，再加上环保署的正副署长，七位，其他十四位是民间的。如果每次开会民间人都不来，回避或是不出席来抗议，请问各位次长，啊，这样的投票你们觉得有正当性吗？这样的通过你觉得可以接受吗？啊，这样的投票如果民间都不来，就你们在那边投，当时规划二十一位，官方七位，民间十四位，就是希望他有独立性嘛，有代表性嘛。我相信你们有几位以前也是从事社会运动，大家都希望说不是官方在主导，就投票最后是你们五位投票赞成，七最后是七位了。好，你觉得这样有正当性吗？啊，有吗？哦，今天特别请你们上台是来讲说，民间对这个反弹非常大，觉得如果环评委员会的设计是民间大于官方，最后是官方在主导，然后院长这边下指导棋，你们在那边投票当投票部队，真的，你们现在真的变成所谓藻礁杀手，我觉得这个对你们也有点委屈了。哦，是不是请农委会主委，农委会副主委跟我们曾国发会副主委留下来哈，其他请回哈。好，下一页。好，副主委，当时你们承诺不是要做调查吗？已经调查。在五月的时候，农委会表示已经请林务局编列了1000多万的预算，今年三月。2018年今年三月启动，了解大潭藻礁及这个相关的一些海洋生态，明年研究报告会出炉。市长有没有这个计？副主委有没有这个计划？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个补助的这个调查计划目前正在执行中。啊，你有调查计划？明年会出炉。
啊，你干嘛去投票赞成？从你的专业，从你部会的态度，你不是有调查计划？你应该跟环保署说，等我调查计划出来啊。那你为什么去投赞成？你明年才报告出来，啊，如果明年报告出来说不适合，那你怎么办？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个年底会执行完成，然后中研院的部分会在明年二月的时候来做一个完整的报告。我的意思是说，在你投票前结论都还没出来嘛？那我问你，这1000多万怎么办？跟委员报，目前这个丢到水里面去吗？啊，第二个有没有尊重专业？啊，你部会的立场，农委会的立场不是要先做调查吗？那为什么去投赞成票？副主委要不要讲一下？跟委员报，其实在还是因为发报的时候院长没表态，院长表态了，发报不重要。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在开发单位也都会在新建以及后来的营运过程中平行做这样的观测跟调查。你的结论最快是到年底嘛，对不对？照你刚才讲补充的，对不对？这个计划到明年才会有嘛。你自己委托的计划结论都还没出来，你就先投票啊？这个委托做什么用？目前在这个开发单位提出来的部分，是啊，他现在开发的范围，钱不是这样花的。你不要因为院长指示，你的专业就转弯。我看到这是最标准的，你都说明年才会有结果出来，你现在就投票。来，曾副主委，今天把你留在上面，主要是在谈哦，詹顺贵辞职。很多人都觉得说，过去民党政府其实找了非常多社运界的人士哈，包含我们刚才没上来的，我们的这个内政部的政次哈，理念不合离开，你有没有感觉误伤其类啊？你的感想如何啊？针对这个案啊。事实上，刚刚委员特别讲到说，因为环评委员有21名，那只有7位，1/3是那个政府单位代表。好，我们基本上是政府单位代表。那站在国发会的立场，老实讲，我们站在整个国发会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对经济发展来看，其实对这个案子我们基本上是支持的。我知道你们部会有你们的立场，我是说这个程序，如果最后投赞成的票，全部都是你们官方的代表。是。那当时的设计，你想想看，是。当时我们在从事社运的时候，会觉得说，社运的代表或专家的代表、民间的代表要到14席。是。当时为什么要规划14席？对，我想就那个20。那你说要通过，全部都是官方代表支持。对，回到前页，就是你们刚才这几位。是，那我意思说，我知道你们的政策立场，你们可能会支持。是是是，我刚才质疑农委会是说，你有专业啊，你要做调查。是，你不要这么转弯呐、啊！啊，其他部会你们觉得你们支持可以，可是最后投票是因为你们的票通过。那当时那些理想嘞？那詹春贵为什么不去投票嘞？就委员结构是其实是有照顾到说非官方的代表的比例，那实际开会当然按照议事议程来动，那民间代表不去参与，事实上是他们的抉择嘛，是，对不对？就是说，我不想跟你 argue 议事规则，我当然知道议事规则是过关的嘛，是，对不对？正当性啊，社会能不能接受啊？